装前镜，前镜的镜头上面有一个 F 的字体朝下，将前镜锁上支架，然后再走这一边了，龙头这边接下去，接下去。接电位置位于车身的龙头垫，首先我们解开它的龙头垫接头，使用大通出的专用三通线接上，直端跟行车记录器的电源线对接。绿色这条线为接地线，接于车体的这个位置。从这个地方走出去。前进跟电源线的走线从这个地方走进来，走到电源的前面，然后多余的线收纳在这个地方再固定。装上后镜，后镜的镜头上有一个 R 字， R 字朝下，将后镜锁上支架，锁紧即可。后镜的部分从车底的右后侧进来，然后一样插头的部分走到电源的前面，然后多余的线固定在这个位置。安装主机，然后将模组装贴于主机的背面，粘贴位置位于电池盖字体下方，贴上即可。然后连接电源线，锁紧螺母。前镜安装于前镜的字体下方，后镜插于字体下方。